来，涛声，坐，坐，坐下，你坐下，立，你立，人梁月就是这么弄的，快点立，听话，听话，我就给你奖励。哎呦，你太乖了，太棒了，我奖励你一下啊，我，嘿。来，过来，华硕。哎呀，真棒！来，华硕，来坐。哎呦，你太乖了。来啊，我再奖励一下啊。华少，华少，你干嘛呢？你把球都咬碎了，太淘气了你。没事，我再给你拿一个。走，华少。华少，走走走走，来，咱俩跑步机锻炼去，快点！你看我都换成这儿，怎么的了这是？华少，啊，还不高兴了？谁惹你了？饭也没吃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宝贝儿，哎，哎，连我你都不理了？谁惹你了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想瑞秋了？师傅，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不吃也不喝，连看我都不愿意看我。哎呀，不知道怎么了。华少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找小梁吧。他应该回城里了。我觉得华少，八成是今天被梁月跟他女朋友那股亲热劲给刺激到了，现在正吃醋闹脾气呢。这不至于吧？怎么不会？有时候吃醋是一件挺伤人的事。华少，华少，华少，没事，挺挺就过去了。华少，嘿，起来了，带你出去训练去，快！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没陪你不高兴了啊？起来，训练啦！嘿，梁，他怎么了？还那么没精神哈？昨天晚上连饭就没吃，没吃都没关系，就是没精神头。昨天晚上他没吃饭啊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昨天下午他们幼儿园他，然后你女朋友就带他玩球去了吗？然后晚上就回来，我就发现精神头不太对，我以为哪儿磕了碰了，检查了还身体还没啥事儿。华少，肯定不会有事儿。
文文在这守着就行了，要不您先回所里吧。看到了吗？在犬的胃中有一个半球形的阴影，这个非常危险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不然就会引起胃壁粘连，呼吸困难，到时候可就晚了。老师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对不起啊，你受苦了。你也别自责了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他恢复几天就好了。会好的。让吴师傅多给你煮点大骨头汤补补。这是你昨天跟花少玩的球吗？是。他把半个球吞到肚子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花少昨天在那玩球，我一过去的时候就他一个。你是三岁的小孩吗？啊！我就让你看着他跟他玩一会儿，他就把这半个球吞到肚子里，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你可以不来，你装什么装啊？不是月月，我没装，我没。你没有什么？我没害花少，你没害花少，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回花少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不是，我知道你着急心疼花少，那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乱发脾气啊。人家李燕连宠物都没有养过，他怎么分得清楚这训犬用的工具和玩具之类的物品？他也不是一个训犬员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是个专业的训犬员，你也不知道花少什么时候把那半个球吃下去了。这怎么能怪人家李燕呢？最近你就在医院好好的照顾花少，得空的时候想想我说的话，赶紧跟人家赔礼道歉。我帮你都把它取下来啊。现在我们刚刚恢复，不能一次吃太多，知道吗，华少？嗯，你看你那个馋样子，是不是想肉了？嗯，来，一点一点啊，细嚼慢咽，细嚼慢咽。刚刚恢复好，来，这还有，这还有。好了，每一顿吃少一点啊，今天我们就吃这么一点，等恢复了就是大骨头棒给你啃，好不好？嘿。洪老板，您有事啊？啊，那个我们酒吧按照你上次的意见都整改完了，你帮我去看看啊。啊，检查时间是下周三，到时候我会去的。哎呦，这。
正式检查要是不合格，会影响我正常营业的。你看我这个努力改正的态度你也看到了，我都用行动证明了。那我这一弱女子，消防工程我实在太难把握了，想请您再去帮我看看。行，那我帮您看看吧。谢谢啊。哎，陈家老爷，你平时爱研究高数啊？啊，这个我也不太懂啊，走吧。你说赵老袁不会养路虎口吧？别乱说。今天不是检查的日子。啊？走吧。皇上，我们今天呢可以适度的做一点小小的运动啊，小小的运动。我给你带了一个小朋友过来。嗯，什么东西在叫？哇，在哪里啊？哎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，趴下，趴下才给你玩。头握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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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的。哎呀，对，不能太兴奋啊，对于伤口长好没有帮助的，好不好？答应我吗？说话算数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能太兴奋，不能太兴奋，不能太兴奋！哎哎哎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答应过我的，答应过我的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挺好的，不错。陈家老爷这么帮忙，我哪敢懈怠啊！我这次啊，可是专门从广州请的消防工程师来监的工。那你还让我来干嘛？那不一样啊，最后把关的人我只信你。来，喝点东西。啊，谢谢。我上班时间不。这不是酒，这是我专门为你调的饮料，叫天空之星。你尝尝，我保证没有一丝一毫的酒精，你尝尝。啊，口感如何？啊，蛮特别的。这是我专门为你调的。在我的眼里，你是人人都可以看见的那颗星，可是只有我才能看出你的特别。黄老板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怕我？你说笑啊。陈教导员，你是怎么看我的？有能力，女强人，不是花痴，不是恨嫁狂。没有没有。其实我知道风清岛的人都是怎么看我的，不过像我这样的女人，要我真像人家说的那么花痴，那么恨嫁，到今天还单着，以你当警察的思维来判断分析，合理吗？确实不太合理。你肯定听说过，从我眼前经过的男人，都会出现在我的计分器上，60分及格，80分可以继续接触。洪老板能给男人打出分来，这得需要很强的综合能力，了不得。打分不难，难的是出现一个100分的。你是要等到一个100分的男人？要不然我早把自己嫁出去了。
陈教导员，你现在能理解我了吗？要是我不主动出击，不尝试了解身边的每一个男人，我怎么找我那个100分啊？人生苦短，时光可是经不起浪费的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有时候不能太坚持了，得放低一点儿。不用放低标准，我已经从广泛撒网阶段进入到目标锁定阶段。你有目标了？对，就是你。不瞒你说，原来吧，你在我的计分器上只有76分，离我可以继续接触的80分还差那么点距离。可是最近啊，你有加分，加10分。你知道为什么加分吗？因为像我这样的单身女人，干的又是抛头露面的行当。累且不说，就算再八面玲珑，也免不了被人欺负。当然也有人会帮你，可是帮你背后，多少都有企图。而你，帮了我，却对我一无所求。黄老板，你可能有些误会，我只是做了我的本职工作。那就更得加分了。通过你对工作的态度，我就能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对人对事都很负责任、很可靠的人。所以我说嘛，只有我才能看出来你身上清洁刚正的光芒。我现在就是遗憾，怎么没有早点遇到你？黄老板，您过奖了，我担不起。陈教导员，如果给女人打分，满分是10分的话，你给我打几分？那不如换个问法，你愿意和我深入了解吗？不是教导员和辖区商户之间的了解，而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了解。你不要有负担，没准了解以后，你在我心里又回到76分了，而我呢，也不值得你喜欢。那咱们就江湖再见，从此不再有波澜。当然，也许有另外一种结果，你和我都是彼此的100分。从此快乐天涯。谢谢洪老板的坦诚。我知道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能说出这些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当然，也感谢你对我的青睐。今天，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。我愿意继续的了解你，也欢迎你继续了解我。教导员，您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教导员，这洪老板没送您回来。哎，教导员，您出什么事儿啊？门都围着我，想干嘛呀？啊！二宝，咱们教导员可不是没被洪老板撩过，能出现今天这种反应，以我侦查员的眼光来看，肯定有事儿，肯定有事儿。回来了啊！哎，哎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看看你有没有违念。你说说你，都是跟你学的不正经。你想什么呢你大和尚？我执行公务去了我。
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好的。准备好，副长、教导员，啊，花少回来了。好好，文姐，一会儿多拍合影啊，这边多拍张照片，一定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花少，快看，啊，花少，哎呦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来的？来，花少。华少，华少，华少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我们刚才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三轮车，他被吓了一下。啊？不是，华少，没事儿了，华少下来吧。怎么搞的嘛？这是？这婚仪式算了吧。那照片不拍了？啊，不拍了。你让赶紧让华少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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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华少好好休息啊！你们俩也辛苦了。走吧走。没事的啊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对啊，你下来啊，华少。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老哥，老哥，你要坐几路车呀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啊啊啊！麻烦你给警察打个电话。给警察打电话呀？嗨，人家警察都忙着呢，咱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啊，咱自己解决。你有家里电话吗？没有，你给警察打，给警察打。嗨，这老哥。哎，小伙子，这个大叔啊迷路了，你能给警察打个电话吗？好，行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小伙子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老哥，那个小伙子给警察打电话了。警察一会儿就来，你别着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各小组注意，刚才接到报警，有一名老人在解放路迷路了，请就近车辆尽快前往处理。35号巡逻车收到，马上赶往现场。要不要把窗户给你摇下来啊？你喜欢吹风啊？老哥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警察来了。警察同志。阿姨。哎，是您迷路了吧？哎，不是我，是那个大叔。这人呢，看着不糊涂，但是呢，就说迷路了，叫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叔叔您好，您叫什么名字啊？家住哪儿还记不记得？您家里人都在哪儿？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？这我都问了好几遍了，都不记得了，就是让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哎，老哥，你不是要找警察吗？这警察来了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？要不这样，我先带他回派出所吧。哦，那也好。嗯。西冲蔬菜批发市场。这个地方在郊区啊，叔叔您是家里住这儿啊？哦，行，那我送您回去。行，阿姨，谢谢您啊，我去送他，您路上也注意安全啊。好好，谢谢您，警察，谢谢。叔叔您慢点，我来。
自己叫什么名字了吗？我姓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岛上的菜啊，都是在这儿批发的，在这儿买菜啊，是又便宜又新鲜。我去买点菜啊。哎，哎，冯叔叔，哎，叔叔叔，来来来来，看看好啊。哎，岛上刚杀的猪啊，来点。好好，你给我留两份好的，我先去买条鱼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下，调皮捣蛋的你，冲向罪恶，冲向沼泽地。你撕碎黑暗中的罪恶，嗅闻光明的气息。哦，华少，你是风清岛的儿子，要做风情岛的晨曦。喂，你好，风情岛派出所。好，好的，我们马上派民警赶往现场处置。好的。所有巡逻车注意！所有巡逻车注意！通报一男性老者走失警情，上午10:10，西充批发市场公交车站，请附近巡逻车马上赶往现场处置。请附近巡逻车马上赶往现场处置。35号巡逻车收到，马上赶往现场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啊！胖叔啊，又找不着家了。哎，几位同志，你这是他？对呀对呀，谢谢你们啊，都散了吧，不围观了。来，哎，我来提，我来提。这次您要去哪儿啊？知道了，桂香园，还是上次那个地儿是吧？慢点啊，来。哎，当心当心啊。好嘞。说，报假案是可以依法对您进行治安处罚的，这您知道吧？我没报假警，我有老年痴呆，我有医院的证明，我就是找不到家了吗？是是是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往严重了说呢，您这个就是妨碍公务。那帮助人民群众，不就是你们警察的责任吗？对呀，打击罪犯和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，是我们工作的内容和重点。您说，
您这个用警车一趟趟的接啊送啊，这就是在浪费警力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真的有案情了，您就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。你唱高调，我都看着了。你们的警车啊，在街上这一趟一趟都是闲跑，那顺路送送我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闲跑，胖叔。我们派出所有的时候一天得接到好几十个报警电话，有的同事要出警20多次呢，我真的不骗你。真是这样吗？对呀。凤总，进来。您找我啊？刚巡逻回来，辛苦了，顺利吗？遇到了一个报假警的大叔，让我开着车岛内岛外的带着他转了两趟，他这是把警车当私家车用了。胖叔，啊，你认识他呀？看来他是惯犯喽。之前呢，报警说他的车丢了，或者说他的钱包丢了，但目的呢只有一个，蹭车。遇到这样的市民，我们也很无奈。所里呢，60%都是无效警情，但是报了嘛，我们又不能不去。明白。我想问你，这几天巡逻怎么没带着花少啊？哦，我是想让他多休整一段时间。花少的情况呢，你是最了解的，但是不要一遇到一些问题就开始缩手缩脚，你和花少要振作精神。是。哎，看我们俩拔河谁的劲儿大！花少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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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这边，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来，坐，坐，坐 ，good， 坐立 ，good。要我说啊，根本就不是花少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。你要跟他学学，放下思想包袱，对吧，花少？人和犬真的很不一样，犬不会偷奸耍滑，不会偷懒，他只要信任你，哪怕你让他去跳火坑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而我呢，每次花少犯错，都是因为我的疏忽大意造成。没有你说的那么糟。我记得那次我回家，花少因为见不着我，绝食了很久。后来他为了见我，穿越半个城市，我都不敢想象他当中经历了多少危险。他是在用自己全部的生命陪着我。你知道啊，一个训犬10年的训导员都不敢说自己什么样的情况都碰到过。犯了错，才能找到问题，找到问题才可以进步，对不对？红棉，你觉得花少还能执行任务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你看看他现在状态多好，精力多旺盛。关键是你。你看看自己能不能再带着花少继续执行任务。行了行了，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。哎，花少不只有你，他还有我，有教导员，有方所，还有吴师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照顾他，对不对？哎，花少，你干嘛去啊？那么香，我都闻到了，他还能干嘛去啊？花少，花少，哎，花，
你俩人正好，你帮我再出出主意，你看给华少还得做点什么更好的，帮他补充补充啊。这些就挺好的，他吃的好香啊。这些都是平时的，你看他折腾这么长时间，我合计再弄点什么，让他赶紧迅速的恢复啊。再弄点什么？那这样，吴师傅，回头我给您下几个 APP， 您按照上面的菜单来做，好不好？APP？ 大叔，你慢点喝。你别着急，警察一会儿就来了。您饿吗？我给您买点吃的。淡定。干嘛啊？这么兴奋啊？知道了，第一天重新上岗，很兴奋是不是？但是你也要淡定，就像我一样。其实我也很兴奋。各小组注意，有一名老人在解放路迷路了。请就近车辆，尽快前往处理。35号巡逻车收到，马上赶往事发现场。华少，任务来了啊！不过很遗憾的是，你第一天重新上岗，我们就遇到一个报假警的。但是我们也要认真负责，我们还是得去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好多天没见到你了，今天休息啊？是啊，今天休息。我老婆呀做美容去了，让我带孩子呀出来溜溜玩一下。啊，好。仔仔，爸爸呀平常工作忙，没时间带你出来玩。等一下，爸爸给你买冰激凌吃，好不好？你是住哪一栋的？啊，我是帮人看孩子的，刚来的。哎呀，你孩子真乖，那么爱笑。是。阿姨最喜欢跟爱笑的孩子玩了。来，阿姨抱抱。哎呀，多乖啊！你看。仔仔，你跟阿姨在这边玩，爸爸去给你买冰激凌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有冰激凌吃哦。爸爸快点回来哦。哎，仔仔。你看那是什么？大汽车。各单位请注意，各单位请注意，在幸福里小区南门有一3岁男童被诱拐，嫌疑人为中年女性，短发，身着黑色条纹上衣、黑色牛仔裤，请各单位接到通报，立即行动进行调查。35号巡逻车收到，马上赶往事发现场。华少，任务来了啊，这才是你的强项。对不住了，胖叔，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原谅我啊！哎，警察来了！哎哎哎哎，丫的，不理我，我记着你了，投诉你，投诉你。大叔，您不糊涂曾经的承诺。
起，风雨同舟，就在你左右。